互相温暖，互相温暖。阿公老婆，我的娘子，不是热情，是热情，就是为你走无定愿的去热情。永斌，来来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吴永斌。永斌发过几张唱片？我发了五张专辑了，就相当不容易。所以闽南歌坛现在越来越难。对对，所以我们要振兴闽南语文化，是，要发扬文化了。对对对对，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歌曲来发扬？你用这种方式来发扬，带来这样好吗？很厉害，也不错啊，就是国际化。会不会唱完就解约了？不会啦，担心不会啦，不会啦。这个应该是跟庙会有关的嘛？对啊，不是，这是凤梨嘛？有去替山有玲珑糕一种？不是，那这个是电影的主题曲。哦，等一下主题曲，等一下主题曲。哦，叫做《七龙珠》。哎呦，真的吗？恰啦嘿恰啦 ，Yeah， 那一首哦，就那一首，这可以唱。他从先画。那个漫画本，对，一本一本，然后这个销售很好，直接就再变成电视版，电视版又不错，再变成电影版，是，你看红珠，现在红珠，红珠啊，有啊有，是认真的吗？红珠格格，真的啊，红珠呢？是七龙珠，粉红珠，红珠是不是有这一部？红珠有没有？宫崎骏的，你们不在，我不知道要被污蔑到什么程度。冷消微了，还有七龙，还有那个气球会升空把屋子拉起来，那是什么？天空之城嘛，对不对？天空之城那也跟七龙珠有关，往上同一个作者啊。哦，宫崎骏啊，不是啦，七龙珠不是啦，七龙珠又不是宫崎骏，是鸟山明的，那是龙猫。七龙珠不是，但是这个天空之城还有红珠，这个都是宫崎骏的。哦，我看你讲的足甜的呢。阿里会在就掂着了。对不起啦，雪茄会啊，太多音，这是翁来啦，对啊，这是翁来啊，所以这一首歌要好好表现啊，叫做七鸟竹啊，改名叫七鸟竹啊，就叫七鸟竹啊，七鸟竹啊，七鸟竹啊，成七鸟竹啊，加油！什么？这也能用台语唱？变成七鸟竹啊，会是什么感觉呢？而且三位都穿 UGG 的呢，哦，这个穿还不错，哦，辛苦了，我觉得好紧张，有点紧张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歌词要 run 到闽南语，要 run 到很顺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的歌等于是你不歌词熟一定要熟，但是你唱起来怎么要会很练动，有那个技巧，就是你要好像在讲话叙述出来，来念歌，对不对？这个翁立友老师，我讲安尼对不对？搞好你的心，
你藏在倒位？哦，你啊，熊啊熊熊啊！你就想唱。风中的感情，你敢也会记？文仔文仔，你把它唱完，先唱什么？这个，要不然你用这种唱的方式来唱一下这种。下浪用力的。这条我不想唱。喂，你不要唱。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？我跟你讲，这就在这个地方这一区块里面，就几面的金曲奖最佳男女歌手。哇，哎呦，对不对？麻烦你站过去的，这边都是。现在有入围耶，我有入围耶，入围啊，入围代表就是陪伴，肯定。入围就是肯定，不要这样。所以那个歌是不是要好像闽南语？你的歌词，你随便找一首。坚持，坚持，你唱嘛。来，怎么唱？来，你坚持，来唱一下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你看他是不是用讲？坚定的心将心用前行，你看是不是用讲的？第二句，请你记住阮的名。很生气，请你记住阮的名。轻松的唱好不好？对啊，不轻松，那你轻松啊。所以他们唱歌哪里是唱，他是在讲话。哦，有道理。就是两瓜两瓜。其实哈，这个宪哥这个嬉笑怒骂，你连我是谁都不太记。宪哥，他差点讲成汉老师哎。对，宪哥真的，他真的是音乐人，唱歌真的就是讲话。哎呦，唱歌就讲。你们有一个例子，叙述。滚将青春给的铃铛。这个太做作。一般，他有一点傻。滚将青春给铃铛。对他有一点，滚将青春给的铃铛，有一点傻叫。滚将青春给的铃铛。干嘛？有人在讲话吗？对少年的对你对他老。等待死去的时阵难到，所以他好像讲话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叙述啊。谢谢歌王歌后，我心中的那个大石头是没问题的。你这一生得到最大的肯定就是今天，真的哈，就这一场，真的真的搞成这样。唱片出了五年，有没有看到？五张，五张，才出了五张，五张，一年一张，一年一张，对啊。你们有没有做功课 ？OK 啊 ，OK 啊，你也是刚好讲对而已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看你的有很心虚。他们为了要答谢他们，你可以翻个跟斗或什么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这样，强人所难。你跳上你的筋斗云，然后飞出去。我们帮你做后置嘛。你叫神龙来。也是要人家两脚悬空，也是悬空。不要闹了，怎么可能？你做动作自己飞出去就好。谢谢吴永斌，谢谢。筋斗云耶。